生男生女，老爷们儿是关键。对呀，老爷们儿，老爷们儿有 X 和 Y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双 X 就男孩 ，XY 就女孩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啊？说反了，双 Y 吗？啊，那就是双 Y 是男孩 ，XY 是女孩。什么？忘了，哎呀，记错了，啊，双 X 是女孩 ，XY 是男孩吗？啊，啊，考考你们，把他们也算上。双歪没见过，萨满吗？开歪歪没见过吗？魔兽要被腾讯收购了咋办？收购就收购呗。哎，收购也没啥事儿。你看那《梦幻西游》，花钱不？《梦幻西游》各种那点卡收完费，时装收费，时装收完费，那游戏里边东西全得要钱，那装备啥不得要钱？那你看那魔兽世界，那网易代理的也没事，他不能改变啥，变不了啥玩意儿，顶多给你出点活动，那游戏收不了费。他还给你研究一个时装系统啊，梦幻保值，我跟你说呀，都不好卖呀，保不保值的？梦幻西游只有两种装备是好卖的，一就是特别垃圾的装备，收破烂的要；二就是特别狠的装备，土豪要。你那中间的装备，我跟你说，你都不好卖。但大部分人都是中间的，没能买得起那垃圾。我怎么还没吃药呢？出招吧！什么打野？莉莉呀，吃个药吧。刀勾引一手，哎，别闪，
再见。啊！救救！救救！快救救！他有鞋吗？他二速鞋，我靠！那我还得擦个眼。给你打着了，我怎么能打过他吗？迪迪亚挺肥呀，二速鞋了。你别跟我往在我这边领啊！你别给他往我这边领，我可不上，我可没血，我一点血也没有。再上，黄草，太阴精了。手机拿远一点，电流卖了。哦，好的。严阵以待。这可不是我害人精啊，我自己能走。那劫非得要上去打人呢，跟我一点关系可没有啊，我可啥也不。这石头人我要是杀不了，这把是不完了，这一杠死了。但这石头人确实很难杀呀。他得出门啊，他不出门我咋杀他呀。你往前走一点儿呗，行不行？你就往前走，稍微走一点儿就行。换就换了，没办法，我只能这个样子拿钱了，实在是太难杀了。我得赶紧拿点钱了，我们没有钱他就没装备，那他换就换了吧。好帅的石头人，帅个屁，他妈自己浪费闪现还好帅呢，好帅还差不多。中单流啊，二杠十二，出招吧！别往前走了，这小兵。赶紧吃个塔皮，留点儿啊！没有突破点咋办呢？
哎，算了，慢慢来吧。确实是有点送的太快了。我杀一个已经二杠十五了。我这个中单的牛头一顿单杀拉克斯吗？有这么离谱吗？我看看这牛怎么回事。牛还不好杀呢，啊，好杀了。有点痛啊，二十五层美甲切魂卷，一个砸砸了我挺多血。一个砸砸了我337。我闪现呢？我闪现我也干不了啥呀，我闪现又能做什么？闪现一好像杀了，不够，伤害不够，伤害肯定是不够。刚才杀不了莉莉啊，一共有两点。第一点我伤害不够，第二点他二速鞋外加二十五层美甲切魂卷，你想 A 到他，你是不可能 A 到他，你想进他的身，你只有放扣。想 A 是不可能 A 得到的。没有一个像人的吗？啊？上路给我整个石头人一混啊，队友13分钟给我干了23个头出来。让我很难办呢。你他妈想跑？你看这石头人的英雄还贼难杀，他比你多个闪现。这莉莉啊，我能打过？算了，富贵险中求吧，兄弟。我知道我可能打不过他，那也没办法。他还有，他还有大招，他要没大就好了。把我打出来个大，这波也杀了呀。越塔，你打莉莉亚不能，你打莉莉亚你跑你能跑过他，你还等他拖技能呢？那莉莉亚那英雄不算是特别爆发伤害高，他跟你慢慢打，
那队友没给大打出来，没办法，队友给我打个大出来，也算有点作用，就好杀了。Enemy rampage. An enemy is legendary.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Enemy double kill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没点呢，我以为我点了呢，求我，那不行，你们折磨我，我得还回来啊，我得还回来，你们折磨我，那我得折磨回来。咋又有大招了？Shut down. Ace. 也确实，他杀别人也用不上大招啊，他也就杀我还能用点大招，毕竟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像人的了。你看看他战绩，除了那石头人以外啊，连辅助都要超神了，哪有像人的吧？你说。没想到吧？我又回来了。An enemy is legendary. Just 石头人一个混的。你拉倒。练练还在那，我们是神呢，你瞅瞅你们那四个有一个像人的没？还在那叭叭的。又他妈是这个莉莉亚，我怎么上哪都能碰上那个逼，那么讨厌。跟我俩玩上了呗，行，那今天我就跟你溜溜。哎，没办法，
等到二十分钟，哎，我点了，我不要你们猜，浪费你的时间。这四个人为什么能超过3.0？我不理解。